走左边，走左边！我靠，是什么回事？背面有没有？你看一下，一流鼻。那个手。今天是晚上11:30，我和石头出来吃宵夜，我们在想，这寒假有点无聊，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很酷的、很屌的事情，不然有点愧对我们这个寒假。因为技术学院是个烂学校，因为大家都有大家的事情，就是两千他奶子太大，他要去瘦身，因为他大概有低罩杯，他要去抽脂。他一定会把这个剪掉，对，他一定把这个剪掉。但是我只是讲给他听的，就是 bro， 你一定可以瘦身成功，以后巨乳妹。好，我们是认真讲，就是我们在想说我们要做什么，因为哇哦，好全家，反正就是想做一件很屌、很刺激的事情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是没有什么想法，但是呢，我们刚才经过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很黑，然后有一个黄黄的线，就是这个线。倒是先让我想到什么东西也是这种黄黄的东西，就是七蛋。刚才那个脑筋直接硬转，超级连锁，对，超级连锁。想到我们可以玩七蛋，七蛋打到身体不是很痛吗？那个是有护具的状况下很痛，但是我觉得那个不够疯狂，不够刺激。所以呢，我的想法就是我们穿白 T， 然后我们用七蛋狂射哦，然后射一射，我们就有那个渲染衣。现在不是渲染衣最疯狂吗？那种渲染衣呢，我们就拿去卖钱，非常好的计划。哇操！你爹！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很屌的企划，我们要完全没有穿任何防护用具去打七蛋，然后穿白色衣服，嗯哼，就很屌吗？我觉得你们是智障。为什么智障？因为很痛，真的很痛吗？那是不是够爽？是不是够疯狂？我觉得很疯啊，很疯，那就好了。那这个企划就这个企划就 OK。明天上俄亥哦，我大家是阿卡西 Fido 明彩三毛钱。今天呢，我们的主题是霸凌。等一下，你们确定你们要穿白色的？确认。阿西一对，阿卡西一对，面材三毛钱一对，面材三毛钱一对。啊，路人随机分啦，路人随机分。猜拳啦，赢得跟我们。剪刀石头布，刚好剪不要的啦。啊，我们的题材是最狂渲染衣哦，我们来要看谁渲染的最漂亮，好不好？可以开扁，可以开扁。你们坐好吗？我原本在给你们打球的。Spicy， 来你先选。白色，戴绿帽，戴绿帽，戴绿帽。等一下，跟着他的人，跟着戴绿帽，跟着他的人，跟我戴绿帽。粉红色头盔不要打哦。他把干翻了，看上你，看不到。我场上两颗，就让你知道爸是谁啊。一头，慢慢打，不过你在里面。很重啊，这个硬啊。OK。我要回家了。我们看一下那个 ABA 大师段位，钻石段位能打出什么样的成绩呢？斗阵钻石。哦，斗阵也要拿出来说嘴。等一下，所有人的枪放在第一排掩体的前面。哇！加油！之后退到最后面，摸到绿色沙网，听到哨音之后冲出来抢枪。他后有人抢，一切都是命。枪放地板，站到最后面摸到绿色枪了。那、你们两个等下拍不了枪，一直在旁边叫，我一直变人。啊！然后跑出去的时候大喊：“最狂炫了你呀！”啊！来一个小弟弟啊，来啊，他来啊，三三个呀！摸到绿色老师。我要跑，因为我要红旗啊！很多人把那个三四三排最中间那个人。大哥，证明一下，我发现了你们打的实在是太烂，非常。
所有人给你五秒钟的时间，你两边阵地互换，如果时间到了你还站在中间，就等着被打烂。倒数五、四、三、二。谁打我？我在想，看你脸，小胖，小胖，我不要，我已经不下了。我知道了，赶快打，要知道了，赶快打，各位。红雀刚射我脚，超痛，操你妈的！有没有人看到我多雾？干，我手机被对自己队友射了。部队全员全身上下总中弹数30颗，蓝队全员全身上下总中弹数16颗，所以我们恭喜海队。海队，海队，要不要上诉还有子弹吗？可以再上诉吗？可以啊，但是很危险，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。OK， 没问题。不要射那个摄影师啊！我手机也被喷到。觉得他是更残忍嘞，更残忍一点，把他们赶过来我这里，然后枪去把他枪。吃鸡啊，吃鸡啊，真的要吃鸡啊！在等一下，一个人一队，没有任何队友。看到人就打，可以非法组队。我不知道等一下会是2-2还是1-3哦。当时叫嚣很大声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看到人拿到枪，我就跟他肉搏，不要摸，不要摸，不要不要，不要拿这种枪枪干你你啊！记得开保险哦。打他都没枪的我，来个死，来个死干你啊！王建华，你死定的！原来躲后面的，看你鸟，我已经被打到很痛了。来啊，王建华！其实我有子弹我们要不要一直打王四豪？他在射啊！我这边还有子弹，要对开是不是？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好，没子弹了。好了，不要演了，没了，没了。不是，很重。这干好痛哦！C罗全部都是背后的。你知道最恐惧的就是王建文那个，好像人类当初的恐惧重新出现这样。要知道，有心的，你已经知道什么叫做统治者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链接，一起来投稿吧。明明他的拳，那你马上就稍微反扑，那叫什么？你知道什么叫隔槽换代吗？有完装备啦，2000都是挺废物，他妈被我们打爆了。这要比什么最狂炫来意？王少，衣服嘞？给他们看一下。最狂炫来意啊！看，他挺废物哎，他们在哪啦？人类娘炮嘞？娘炮嘞？娘炮队被我们打有点惨了，扎小啦！玩游戏为什么玩成这样子啊？怎么玩出人命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最搞笑了，你们把一个2.8万的网红打死了，你们最搞笑的意思，他身上伤口是怎么回事？背面有没有？背面有没有？你看一下，一流病，那个手是被虐待。我操！哇！
六颗，一颗，看你好痛。两队现在派一个渲染最好看的出来比啊！我们这队派出网红文啊，哎，我们先派出网红豪，我们来可以代言人的。哎，你不要逼我爆料哦！你在演在干嘛？我没有抠包啊，这不是我抠的。不然我们趁机让你澄清十秒，不是我抠的，这不是我抠的，怎么样啊？来左方是 Nike 代言人，右方是网红文，我们来看一下哪一边炫的比较好看。这还用讲吗？这还用讲吗？我觉得右边，我觉得边，我其实觉得右边其实蛮好看的。左边被我们打太惨了。我是流行的趋势啊，找路人最公正的啦。教练，这两件其中一件，选一个帅的。哎，这边这样一票，他那个，哎呦，这没有思考的时间，这个没有思考的时间。我比较变态一点，我喜欢这种。喜欢这种野性的。谁受伤的比较多？请下去。这炫在身上，这个已经炫到身上。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分出胜负是在哪边了，我们就是派出两边的代表，然后来做一个 happy ending， 握手言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按键是谁上去？白痴，你不要讲这个。因为我觉得，虽然战场上是敌人，但是底下还是朋友。杀小，杀小，杀小了，杀小了，啊，杀小了，有人在打吗？有人在打吗？你啊，小胖，他妈打不赢你哦！他怎么那么骚？你也救不了啊！这不能拍啊！干你好可怜啊！抠包反被别人抠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！那我们就是这件渲染衣，这件是王俊文的，好不好？那一件是王思豪的，这件就是3000，啊，这件就是卖300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卖300？为什么卖3000？就是这样，嘿嘿，嘿嘿，我们会放在我们的虾皮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件。我们之后如果卖出去这一件，我们就开始大量量产，我们就量产，我们就弄个工厂，然后开始卖，然后开始做这样。不知道300是什么意思？这就好。米娜桑，傻小啦，讲讲，下次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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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把狗才打鸡蛋，操你妈逼！有没有打我？看你两块都不来打。灌篮梦，灌篮梦。